标志出来，对对对，标志标志。好，好久没弹了，怎么办？我是正牌的，我没好久了。好，我真的很久没弹这首歌了，但是就想说，就是在自己办了这个表演，然后最后一首歌就放了自己写的歌吧。然后这首歌叫做《想》，对，然后喜欢的人就可以到 Three Boys 听，就是我的接生去听啊，就是你们可以上网到 Three Boys 搜寻这首歌。对，接生，然后搜寻这首歌，然后应该就找得到。好，超紧张，怕弹错，我怕弹错就很糗。弹错我应该就会乱弹，然后变成另外一首歌。好，那我再来一下。
相遇没关系，我会唱歌给你听，我陪你。